那我们一开始我就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，问大家就是说，你们的对这个幸福的定义是什么啊？哎，你们觉得是什么样的才叫做幸福？啊，以这个嘉宇来看的话，他是过去的话，他曾经以为的幸福的定义是什么？他觉得说有一份。